大家好，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 PDO 对这个错误的这个处理模式，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 PDO 的这个事务处理。好，下面我们开始。事务它具有几个特性，第一个是原子性，第二个是一致性，第三个是独立性，第四个是持久性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事务中所有的工作在提交时。 即使它是分阶段执行的，我们也要保证安全的应用数据库不被其他的链接干扰。事务工作也可以在请求发生错误时轻松的就自动取消。大白话就是一连串的这个任务，我们放在一个事务中执行。如果有一个执行失败，那所有的这个执行结果都取消。 要么就全部成功，要么就全部失败，对吧？我们要注意，并不是每个数据库都支持我们的这个事务。MySQL 数据库中只有 InnoDB 跟那个 BDB 这两个引擎，它才能支持我们的事务处理，其他的类型都是不支持的。因此，我们的 PDO 需要在建立链接时运行在被认为是自动提交的模式下。 自动提交模式就意味着我们执行的每个查询，它都有自己隐藏的事物。无论数据库支持这事物，还是说数据库不支持而不存在这个事物。如果我们需要使用一个事物。 我们在 PDO 里面，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PDO，有个方法叫做 begin transaction，它来开启一个事物，然后在事物中，我们就要使用我们的这个 PDO 提供的这个 commit 方法，对吧？提交事务。如果报异常了，我们就要使用我们的 PDO rollback 来回滚事物。 但是如果这个数据库底层的这个驱动它不支持事务，那这个时候，哎，我们的这个 P D O exception，它就会抛出来这个异常。至于是不是会回滚，我们这个事物就取决于我们这个事物是不是运行成功了。如果失败了，我们那我们肯定要主动回滚，对吧？当脚本结束时，或者是一个连接关闭的时候。 我们如果还有一个未处理完的事务，那 PDO 这个去扩展，它就会把我们这个事务自动回滚。这是对脚本意外终止的情况，是一个安全的这个防范机制。如果我们没没有明确的提交事务，那它也会认为说是发生了一一些错误，所以这个没有提交的这个事务，它就虽然你可能有执行啊，但是它。 到最后，他就给你回滚了，这是对一些保护的这个措施，对吧？那我们来现在来举个实例，假如我们在一个新生入学的时候，我们要填写一系列的资料。首先，他有一个姓名跟年龄，对吧？然后，我们假如还要初始化一些考勤的记录，就是一些打卡的时间和打卡的次数之类的。那我们想把它做到一个实物中。 那这个时候就要使用我们刚才所了解的这个 begin transaction、跟那个 commit、还有 rollback 来操作了，对吧？使用事务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保证在两个操作完成之前，任何人都无法看到这些改变。如果发生了什么错误，我们也能回滚，是吧？来，我们看个实例。好，我们看这代码。 第二行它是设置一个时区啊，因为我这里面用了这个将字符串转换成时间戳的这么一个函数，如果不指定时区的话，它会报一个 warning。然后我们看这个 t r a catch k 里面，我们整个用 t r catch 包括包起来了，对吧？啊，我们看，首先如果报了异常的话，它要执行的就是一个 rollback 回滚。然后我们打打出了这个错误信息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看里面啊。 首先，第四行跟第五行这是一个长链接，对吧？MySQL 的一个长链接。然后第六行设置我们这个属性，哎，看我们看它设置的是 error model，它是 exception，对吧？然后第七行我们真正开启一个事务，然后紧接着第八行我们往 student 表里面插入一条记录，然后第九行、第十行，第九行就是。 为这个碳这个变量赋值，对吧？第十行，你看我们是往另外一个表里面插入这条记录。好，第十一行就是提交，你看它开启一个事务，然后执行几条任务，然后再提交事务，对吧？如果有异常，就 catch 住，catch 住之后，然后整个事务回归。这就是我们 PDO 里面的这个事务处理的这个模型。好，我们来看，首先看我们这个数据库表是不是 InnoDB 的啊？来。 我们把这个数去打印出来，你看，我们的引擎是 InnoDB 的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个表，你看这个也是 InnoDB 的，所以它是支持事务的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里面有没有数据啊？<S 啊 s t u d e n t 表是没有的，clock t a i l 我们看一下，哎，它也是没有的，对吧？好，那紧接着我们如果提交运行这个脚本的话，它应该会往这个两个表里面插入数据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而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有一点数据插入失败，那它整个应该两个都没有插进去数据，对吧？来，我们举个例子，现在这个 clock details 这个 clock time。 date 这个打卡时这个时间，它是个硬的类型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传时间。说，如果我们传个字符串给他嘞，那他应该会报异常。报异常的话，就是前面这个 s 口 l 应该能执行成功，后面这个 s 口 l 执行失败，对吧？那个我们看它会不会查询数据啊？来，我们执行，你、yeah、看，我们我们看有没有数据啊？执行完毕。 哎，我们有个默认，有个默认啊，对我们有个默认，所以他给他给我做了一次转换。那我们再来变化一下。假如我这里，嗯，我看一下前面的那个字段它有多长啊。 Student 三十二位，Age 十一位，来这样，我假如是一个不存在的表，好吧。来，我们先把前面两个表清空，穿开了一下。 好，我、哦、第二条 SQL 语句，它的表是不存在的，那这时候它应该插入失败了，对吧？我们看 student 表里面还是不是会有这条 SQL 语句？来，我们执行，看，它、啊、告诉我们报了这个异常，对不对？我们被我们开始住了，说这个表不存在，那也就是说前面那条 SQL 应该是已经执行完毕了，往 student 表里面插入的数据，对吧？那我们来看 clock t t l 没有。 肯定没有数据，对吧？我们看 student 表里面看也没有，就是两条里面有一条报异常了，那整个事务会回滚。来，如果我们把这个，现在我们是往正常的表里面插数据了，两个表都存在，那这个时候它应该两个都能执行成功，每个表里面都会有一条数据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我们执行一下啊。 好，我们执行完毕，没有报异常，对吧？来，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表里面的数据，你看 clock detail 里面插入了一条数据，student 表里面也插入了一条数据，对吧？好，这一课我们就到这里了，这个就是我们的 PDO 对事物的这个处理。